天哪，我这什么？好多，好开心啊！它还暖暖的吗？嗯，热的热的热的，还真的是热的，好香啊！接下来十五分钟就是大家的用餐时间。真的？十五分钟看谁吃的多是吗？对。啊？比谁？就这么野蛮的吗？哎，导演问一下，就吃完真的是对后面是有帮助的，而不是吃完要我们再付出代价的吗？我不相信，十五分钟吃完就可以。吃的越多，对后面的越有优势。就餐时间开始，开始开始了，来来吧。哎，蛮好吃的，不好吃，我要把它吃掉，它长那么奇怪。你看，吃东西啊，要讲究循序渐进，你知道吗？没关系，你赢就好了嘛。我觉得这环节你不赢都对不起你，猪的称号。你看我们信哥吃的多么儒雅，你看这些，你看看。哎，服务员，服务员，哎，服务员，服务员，哎呀，你知道酱油醋吗？先生，你想要什么样的服务？我要烤 Pasco。没有。瓦萨米呢？也没有。我们什么都没有。我们要点歌。点歌。点歌我没法去。点歌，请看这里。反正我醒了，醒了。哎，你先把嗓子清一下吧，先。我先问一下，都吃成这样了，绝对不是记吃的顺序，对吧？不知道，现在不能告诉你们。哟、哎。讲规则啊！来来来，门后，门后，这什么鬼啊？还有东西？我真的有哎！妈，我每个都有哎。No no no， 你不是又是那个我们要想起那个顺序吧？记住吃的顺序，不可能。放回去，快点放回去。喝一张啤，还有辣油味的，辣油也算啊。我是猜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来拿取这一环节的任务卡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是记顺序的话，我就死给你看。每队一人接受挑战，从吃完的空蒸龙虾寻找到指定乐器标签，同时找到两个为成功记一分，若失败则其余两人接受锅盖惩罚。率先累计三分的队伍为第一名。给大家十秒钟的时间，看倒计时开始。这个环节是因为要有惩罚的，所以说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环节的道具。这什么东西？哪有锅盖是这样的？这哪是锅盖？这是大盆啊，根本是个盘。这什么意思？难道要拿锅盖在我们脑上敲吗？对。第一题。啊 ，sax， 我刚告诉你的。然后在他的左边的某一个是。过准提示，过准提示。确定了吗？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来，我们先从第一组，郑凯，揭晓你的答案。相信我，一定对。我这人从小数学不太好，但是我对图形的记忆力是绝对百分之百很好的。你现在手上拿着那个是你的错误。
我忘了自己是什么名字。你是金星吗？金老师。我叫金星啊。对啊。金老师，完美，完美。完美。完美，是不是我也可以学？又来着，完美，完美，你还是熊出没了，真的。光头强，快去伐木吧。接下来，邓超，你摸什么？能摸出来？你以为是麻将啊？我看有没有花什么的。你的摸的每一张都白板，我跟你讲，超哥。邓超，请揭开你的答案。错误。哎呦，他们好温柔的，一点都不温柔好吗？不温柔好吗？为什么要两次啊？别说了，马上第三次来了。啊！大哥，我们错了，大哥。接下来 ，baby。请姚晨揭开你的答案。正确。第二轮的乐器是。三角铁，三角铁是什么？建筑物吗？郑恺，请揭开你的答案。哈，啊，你别太开心啊，郑恺，你刚才也是这样。我绝对知道在哪儿，我知道在哪儿，在我头上，在我头上。郑恺，请选定。肯定是错的。郑恺，请揭晓你答案。错误。哎，挂了一个哎。金老师，金老师，金老师，金老师。金老师，你怎么了？金老师，砸得完美。郑恺，你小心点儿。请邓超揭晓你的答案。这个要奖励我。对了，是吧？你都无法想象，我居然拿到了一对鼓。假爱，假爱，假爱。好好好。好痛啊 ！Baby， 请揭开你的答案。错误。太轻了。哎，为什么安排答案信的是个女生啊？是吗？啊！女汉子，你不要再讲了，女汉子。哎，咱们凭良心讲好不好？刚才咚砸一下，他们是说话了，我们砸了，我们也没说话，也没有意见，你们咚再来一下，你这不欺负，你这不欺负老实人吗？这锅是有个性的。哎，我这暴脾气，我脾气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哎，我的暴脾气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啊，哎，我的暴脾气，哎呀，哎，哎，好了，哎呀，来准备，
来，请姚晨揭开你的答案。哇哦！哎，你们组有意思吗？你们组？啊，好有意思呢。目前比分是邓超和郑恺零分 ，Baby 积一分，姚晨积两分。如果姚晨组再赢，那姚晨就在这一轮比赛中得第一名。好，大家听好，下一个乐器的名字是鼓。我告诉你，这轮要不是鼓，我告诉你就是诚心的。筝啊，古筝，还把我噎死！你故意的吗？你是啊？郑恺，请揭开你的答案。女神，我们自己来，因为肯定是错的。未必啊，我们准备好了，来吧。你相信我，这次绝对对。闭上眼睛，受惩罚。一二三，错误。好，来，邓超，请揭晓你的答案。不行，我的兄弟们在锅盖底下，真的，还是我觉得还是想听他们被敲一下的感觉。你就那么恨我们吗？来，请揭开答案。错误。好好好，好痛啊！现在争夺第一名。Baby， 请揭晓。正确。啊，真的。Yeah，baby， 真的。真的假的？我怎么觉得那么神奇啊？目前比分是 ，baby 积两分，姚晨积两分。好，来，姚晨，请揭晓答案。现在争夺第三和第四名。你要是出鼓，你就是对我们有歧视。为什么不能出鼓？轮也轮到鼓了，它有沙锤吗？下一个乐器是钢琴。你很接近啊，刚才。钢琴啊，钢琴在哪里啊？钢琴。你刚才有拿钢琴哎？刚才有拿，刚才有拿这个是钢琴。不是。雨神都急了，雨神，你刚才拿起来，你先我给对方看好吗？一二三三，错误，我早告诉你，你过来我过去，你是猪吗？你是我在想，黄队你们怎么会留一这样的人在这儿？我觉得绿队留我在这儿已经是一个奇迹。下一个乐器的名字是手风琴。去。萧敬腾要生气了。萧敬腾，没有。萧敬腾要生气了。没有。你还有别的乐器吗？请问导演组，还有别的乐器吗？还有架子鼓。Yes。
架子鼓就是鼓啊，啊鼓啊啊，这样就没意思了嘛。而且我还可以这样，我哎哥，哎哥啊，我求求你了哥，我还可以这样，哎哥啊，你就直接把架子鼓拿着给他们个痛快得了啊。来，上车，请揭晓答案。漂亮 ，yes， 鼓，错误。金老师，你觉得郑凯怎么样？你觉得今天的表现？他今天的表现完全不行。你怎么可能猜错的？你本来已经知道是在哪里。好失望啊！你怎么教育一下他吗？这个是杠精，这个是杠精，杠精杠精杠精。这一轮比赛结束，请第一名来领取你们的线索。